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美国的高层25楼，看这个，然后有各种画，摩天大楼住在，有点抽象画啊，比较好的，然后可以，哎，好用，It's this one。这是一楼。OK，17楼。Have a nice day。这个是年轻人住的多，我们看看这边。Let's stay safe，让我们保持安全距离。Welcome back。Holiday content plus 不一样的感觉啊、哦，500下来了，OK， 已经到 G 了，这边是停车场，可以从这直接一拉就出去了，这边是外面的平台，可以。可以到，这边有这个世界的名画，抽象画，一个人，一个鱼，鲸鱼，一个女生，鸽子，然后抽象画，漂亮，人，这个是摩天大楼，摩天大楼，这是，thank you，这是那个，等会。这是两栋，这是 guest parking， 这是客人的，然后外面停着车，skiing，skiing， 好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